感谢咱的牧师，咱的兄弟姊妹，我这边为台湾普伦托来到这个所在，也跟咱三个分享上帝的话。咱来读到伟人的故事，咱拢真欢喜。唔忘咱的子侄、查某仔，也会当真多一位人所看重、所尊重的一个伟大的人物。但像伫以色列历史的内面出现撒母耳，就是咱即几日所探讨的一位伟人也好，伊真侪时代中的一个真杰出、也真重要的一位史书先知，也是一位予以色列真侪君王制度，也是讲政治的转型。真重要的人物，伊离咱至少差不多有3000多年。然后今仔日所读的经文，阁是耶稣。耶稣离撒母耳也是至少有1000多年久的时阵。这个中间呢，安尼真歹得兴起，也是讲真歹得有一款的伟大的人物出现。耶稣也是真侪西方文化真重要的一位转型者，人的心灵得到更新，得到改变，迄、那个看法、做法，真侪划时代的一位伟大的人物。当然，耶稣无爱予人称作伟大的人物，伊是真侪一位上帝。伟大的人，咱拢爱了解伊的背景，特别伊的成长的过程。伊怎样大汉的，对咱来讲真趣味。我想讲，我头拄仔才发现讲啊，咱大会的这个安排是伫我予大会了后所安排的，啊，真欢喜，叶牧师会通讲到。耶稣撒母耳，伊用同款的经文来 deliver 这个 message， 也非常的感谢。所以我52节就无要讲。我想讲，我若先讲了，伊接不起 ，perfect match。啊，伫这两个故事的中间，咱来看见一个人的成长。若无有其他的人存在，伊无可能存在。老母，伊是甚物人？撒母耳的老爸，耶稣的老母，甲耶稣的老爸。细汉囡仔会长大，若无因的牵加，无可能有即款的机会。伫我用撒母耳讲，因爸母。把伊，予伊带来，予伊依离这个祭司来给伊看家。这是师啊，哎，这是老师啊，甲这个学生，踮做伙来学习，这个叫做师徒制啊。所以为细汉看到大汉，但是甲大师咧对话，画面甲画面的 encounter。画面甲画面的智慧，这款的教导是非常好的。咱逐日甲咱的子侄智慧，咱的模样、咱的讲话、咱的看法，也是真侪因长大要变做什么款的人物，会真重要，的一个环境。所以我昨日强调，这个领导者的形象。迄、那个人际关系，迄、那个关系 relationship， 对比一个 leadership 是真重要。
伊的爸母每一年来看伊，然后做一领小小，用讲做外套，咱叫做人生好一切。这个是一款会象征心无的物件，表示有爸母的疼，有爸母的祈祷，有爸母的关怀，有爸母的这个精神的注意的所在。咱来看耶稣，经文敢若多加福音有写到耶稣一段，拄仔像耶稣所做个样讲。因为路加注重耶稣是人人性的一个部分，毋是敢若神性的一个部分。伊的中段需要人的教导，需要人的听，需要人的教导。只要人的栽培，伊的父母带伊伫搬过一个时，圣经描写讲，彼时咱作一时的感知，但是彼时是真重要，下一个真重要的时机，伊搬过一个伊的父母带伊来到这个耶路撒冷，耶稣甲啥物人？Encounter 就是伫圣殿，甲遮个大师、遮个文士、遮个教师、遮个经学师，圣经讲一问一答。咱西方的教育，带囡仔去到学校，几乎拢是一款的形式。伫咱台湾的教育是，一直精、一直精、一直精，咱台湾叫做填鸭式的教育，咱足无爱。而犹太人的教育就是亲像这款，囡仔问问题，老师回答；囡仔问问题，老师回答，老师袂受气。在教育的内体系内面、方法的内面，即使老师也受气，安尼要安怎教囡仔呢？所以一问一答，一问一答，耶稣真自信伫迄个所在，然后。因倒转去，爸母一讲了，才发现讲，哎、欸，啊，这耶稣走去对，十二岁的囡仔足好走，是毋是走去佚佗？是毋是走去甲人结党？哇，爸母真着急。台湾人讲做着急，新日本中文翻译做焦虑 （anxiety）。嘿，抓狂，找无囡仔抓狂。咱台湾讲叫做“惊狂”，真趣味，啊嘛真适当。耶稣的回答咱读到，但伊的父母讲啥？你敢唔知影我伫老爸家？哇，十二岁囡仔唔知影父母的着急啦。咱若照咱的文化讲好，这足不敬，这足不好诶，应该着带你拍架咧，食掉啊，敢是安尼？是，伊的爸母无安尼做，伊的爸母特别，伊的老母将这个的话藏伫心内。这个、路加的作者留下足趣味啊，是咧讲起玛利亚耶稣的老母，无要将家己的面貌、家己的意志来献伫耶稣的身。伊做爸母，伊无要规划伊的人生到底是安怎行，但是看到这个囡仔有法度人好，甲大师一边一搭，一边一搭，非常的无简单。弟兄姊妹，兄弟姊妹，咱知影遐经学书吼，天文、地理、历史，这物件伊拢足办的。这是对地面上的教育，但是做父母的责任，唔那是乎伊有地面上的教育，接触的自然科学，才会入门这物件尔。但是佫较重要，老母的、父母的责任是啥？带来乎伊有一个 touch， 这个 touch 是真重要，这个 touch 是佮上帝的 touch。是一个创造宇宙万民伟大的上帝，
下一个头去。咱若倒转去台南市，若有去台南市南院，这是日本笑一个的设计。毋知我讲的是毋是？当初宣教师来到英国的宣教师来到台湾的时，伊所建立的台南市南院，你注意甲看，圣殿伫这边，图书馆伫这边，是遥遥相对的一个建筑，一个设计，敬虔甲知识是着爱面对面，敬虔甲知识着爱做伙来壮大起来。这款的设计是要让学生知影，伊对地面上的栽培爱充实，爱壮大，然后搁另外一方面，甲上帝的对应，甲上帝的面对面甲关系，也是着爱壮大。所以这款的理念是 reform 的理念啦。所以咱来看巴黎州的设计，的大学的设计，内面拢是哪样？敢毋是？迄就是要让学生了解人的知识、人的才华、人所学到的科技、的技术是真有限的。迄、那个有限性，总是人的科技、技术、才华，就要受到上帝的管辖，就要顺服在这个伟大上帝创造宇宙万米上帝，咱讲受跑的限制。啊，若无人会变做什么？我是超人，我会通控制、支配整个的世界。当这个人来压狂的时候，要安怎？会让世界变作毁坏去啊！人会将家己当作上帝，伊所做出来的行为是毁坏全人类，毁坏着全咱所建的地球。所以是安怎？伊的父母伫搬过这个时，带耶稣来到圣殿，耶稣知这是白道啦。耶稣所做的，伊知影，就要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毋是将伊的财物、知识，要来后日啊，真侪控制别人、支配别人、毁坏别人的这款的伟人啦。耶稣来是要服侍。这才是真正的 leadership 的事，人类行到这个所在、这个地点，在这时，咱的教咱的囡仔，早起真系去看到咱的囡仔。总是，咱过去的主力学生足多啊，啊，即摆主力学生哦足少，当然是甲咱现存的社会。一家庭的结构等等才有关系，总是做做父母礼拜日爱带囡仔去天庭，爱带囡仔去创什么创什么，忽略掉，让伊还是带伊来甲上帝有一个 great touch。撒母尼的父母做一件小小的外套，是这款的上帝，唔忙伊直接甲上帝有一个真大。会接受了，伊会当重现伫因的社会。撒母尼真侪听上帝的人，也真侪替别人祈祷的人。这是撒母尼的名的两层的意思，也真侪伊服侍以色列，带以色列行另外一个时代的神农者。耶稣嘛是同一样，虽然伊的父母无做一件小小的外套来给伊穿，总是耶稣的父母做一件无形的外套给伊穿，就是带伊来甲上帝面对。
伟大的人物有伟大的背景，但是我对这两个故事看见父母的责任、老师的责任、众人甲伊做伙的一个责任，就是要让伊甲上帝有一个最大的 touch 的接触。这是咱看到伟大的人物背后一个真实的、一个信仰的面貌。当我读了这两个故事，我非常的感动，也唔忘这个感动，真侪咱的感动。咱大家拢是英雄者。